但係，喂，佢上一代咁千辛萬苦放棄咁多嘢嚟到呢個咁多不可預知恐怖嘅地方，要面對咁多無理由之無理由先，就係為咗製造一對咁樣嘅歸人。我忽然間明白曬各位，我忽然間明白曬我哋中國移民嘅嗰種勇氣喺邊度嚟。不是為了我們自己，是為了我們的下一代，是為了我們下一代可以好像龜一樣生活，龜一樣吃東西，慢慢想東西，慢慢做東西，不要做人經常好像做小販一樣。走鬼未啊，走鬼未啊，慢慢你出慢慢你出，你不是鬼點解難，你怎麼點，你怎麼點，放鬆一點，能夠令到他下一代無論在零上四十度、零下四十度、西印度洋、南太平洋，只要佢哋可以好似龜咁樣生活，就已經足夠了。大家有冇諗過，如果我哋冇下一代，其實我哋係唔使移民啦。真係啊，係咪？喂，都喺度花咗咁多精神心血啦，移民喺度扮龜，喺度扮好過啦，我教你。同埋最緊要、更加緊要，你有冇諗過？如果我哋肯一齊唔生仔，一齊唔生仔，暴政必亡。你個政權對我唔好，一日對我唔好，我就一日唔生。過幾年我睇你揾啲咩人嚟管治啊？你對我唔好，我死快啲添，買少見少，到時你公務員多過市民。所以大家都明明最好抗議政府的方法，不需要上街遊行，買了兩個安全套，不是，最好是全民結扎。我們不應該追求五十年不變，我們應該追求的是五十年不用。那到時全世界最大的反共基地就是家計會。